你看第一位出现这种96分呢，太可怕，太厉害。第二一位魔王大道，人家是冠军哦，所以他也来接受挑战。来来来来，大哥大哥，谢谢。看到他这样唱96分，怎么能接受呢？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对，可是你把以前那个五等奖那个参赛那个时代的唱法拿出来就好了。哦，那个分数会很低，对不对？啊，会吗？会啊，会吗？那个有感情啊，不是我们以前对以前唱歌不抖音哦，不转音，那分数都很低。哦，是吗？评审要评这个，评审、啊、可是现在这台机器就是要这样子啊！你就把它用来这边就高分了，字正腔圆，然后 pitch 很稳定，然后毫无感情，就是要配合机器就对了。真的吗？主要是选歌哪一首歌？我唱给啊！林俊逸算是很能唱的，咱们就听听他，好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坚强唱将挑战的歌曲给敖，他能突破第一名吗？这个不用唱了。唱了可能会扣分。无奇迹难啊啦，最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多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你是我的家。你将青春嫁伫阮家，你对少年对阮对家人，人情世事。有谁人比你较重要？你的一生拢予阮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一生走，因为我会不够。看你为我目屎流，哦，这个好听哦，这个好听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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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哎呦，蛮高的，蛮高的，可怕可怕，没错，84。厉害呢，哎，算蛮高了，算蛮高。